哇，怎么吹飞了？干掉他了，弹了一枪，呵呵。小心手下！哎，你想？哎呦喂！我拿到了！我拿到了！我靠！你热射枪！恭喜你拿到热射枪！他是热射吗？对啊，这一把很难用。你去看看，用一个礼拜再跟你就知道他下期蛮热射的。那一把特性很微妙，因为你还要先上 buff， 然后抽取出来才能射。它是能量武器。